这些菜上完了，上365道菜，这个菜是吃的，按什么冷热酸甜呐、苦辣呀，各种口味都得有，都摆满了。皇上吃其实就吃跟前这几道菜，远处的有的菜呢是天天上，皇上不吃，离着皇上有什么20来米，搁着远处。你像什么四喜丸子呀、蒸鸭子、蒸鸡呀，皇上也不吃。到后来御膳房的人图省事儿，拿纸啊做这些菜，啊搓纸团子弄好了，外边裹上酱，大四喜丸子，浇上汁儿，跟真的一样，啊摆着远处，大伙儿拿这个呢贪污啊，贪这笔钱。所以说皇上吃饭是很麻烦的事儿。有人去忙活去，谢学士手里托着这宝贝，左右看了看，哦，座已经摆好了，上边是皇上，头里摆着这个桌案，底下呢一左一右摆着两张方桌，甭问呢，这是我和杨阁老的，我把这个得找地儿安排了。左瞧瞧右瞧瞧没人，拖着盘子奔皇上这座就去了。来到跟前看了看，悄没悄的拿起来，轻轻的放到皇上这个凳子腿底下，转身把这碟子找地儿藏起来，自己站在这花圃这儿瞧瞧这些个奇花异草。功夫不大，大太监小太监把所有的菜全都上齐了，皇上也来了，杨阁老也来了，往这儿一坐，两个人呢先得给皇上磕头，干嘛呀？皇上赏饭了啊，两个人3拜9叩，皇上很客气，来来来，快起来吧，二位卿家啊，这个谢学士是孤王新收的爱卿，杨阁老是朝之重宰，都别客气了，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会子，坐坐坐坐坐坐啊！你们看看啊，今天呢，孤王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个皇宫里边比较拿手的菜，在外边啊你们吃不着，你们尝一尝孤王这里这些个山珍海味。这怎么回事？嗨，这孤王看着新鲜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皇上一低头，整瞧见这坨宝贝，很纳闷，两旁边太监们脸都吓白了，坏了，这不要了亲命，这是谁干的呀？皇宫里边有这么胆子大的人，一个个是抖一而战的。谢晋也站起来了，什么呀？嚯，半斤多，这谁这么大胆子啊？谁这么大胆子？杨阁老瞧了瞧，哎呀万岁呀，内廷何人无礼呀？啊，难道说有人如此的放肆吗？来呀，两旁边宫娥太监直瞧，怎么这意思啊？干嘛呀？阁老，我来问你们，今天谁先来的这儿啊？谢学士他先来的。哦，谢的人，杨阁老，这就是你的不是啊，分明是你头一次在御花园饮宴，一时内急把持不住，你承认了吧，这事儿是你干的。谢晋说，哎，我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故意做得很紧张。皇上一瞧，十有八九就是你，心里挺恨得很，你瞧这玩意儿不像话呀，啊，这在村里惯了是怎么着？这是有王法的所在。谢晋，万岁，这你弄的？啊？不是我，万岁，真不是我。那你脸红什么呀你？啊？怎么这么紧张啊？说话吞吞吐吐，言语之物，还说不是你？说。到底是不是你？不是您这，您这不冤枉我了吗？啊，你说我在这儿，我哪敢呢？是不是？再一个，我这个，哎，杨阁老一瞧，叫他，万岁呀！要不是这一次您严加管教，以后他能欺君妄上，以老臣之见，让他吃了吧。啊，以儆效尤。皇上一琢磨，你说这太脏了，这个啊，谢爱卿。吃了这么些个吗？啊！
谢晋这表情做得太好了，对，这我尽力，我尽力得了啊，我尽力。来的跟前捏着鼻子啊，拿手拿起来往嘴里边啪嚓啪嚓吃，还挺齁的哼。怎么呢？搁了二斤多红糖啊，三下五除二都吃完了啊。谢万岁御宴，这不算啊，这个这不算，这个啊，来来来，走菜走菜，赶紧弄点酒压压惊啊，赶紧赶紧。坐在这儿吃饭，杨阁老心里痛快，大胆的谢晋啊，今天一来就被我弄了一个下马威，好小子，你呀终朝是我手下败将啊，喝吧。皇上也高兴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旁边小太监过来了，万岁，您那个金点荷花开了。哦，是吗？金点荷花啊，番邦进贡的啊，一种啊荷花的品种，洁白的花瓣上呢有像金颜色的小点儿，叫金点荷花，很难开。这个花啊在御花园的荷花池里边啊种了30来年了，从来没开过。皇上很高兴，是啊，二位请战，来来来，随寡人看一看这个奇花。太监们簇拥着就来到荷花池这儿，一瞧哇，呼，各种的荷花都跟这儿开放，好看呐，指指点点。大伙儿瞧着了，谢晋瞅了一个机会，打人群里边出来，赶奔御膳房。来到御膳房，一进门正好碰见那厨子头，厨子头吓一跳，有事儿？有事儿吗您？听说你们家好几辈儿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做饭，是啊。听说你还会弄花，你还要那个？您甭兜圈子啊，是要那个吗？弄一个小一点的，弄一小一点的，不要太大，太大不行。不是您到底要干嘛呀？您这是，我深得很啊！您要恨我，您明说，您别这样。我告诉你。吃房才那一摊搁到皇上脚底下，皇上瞧见了龙颜大怒，问谁弄的，我替你折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听我的，以后你好不了。您别弄，我那芝麻酱呢啊？弄芝麻酱这回比刚才弄得快多了啊，他掌握这工艺了啊。完了，拿小盘盘好了啊，这比刚才那小啊，你看比刚才那还像，你知道吗？挺好，行，再拿一盘子来吧。我这有一个盘子托着，你再拿一个盘子来。又一拿一盘子，你看这干嘛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弄点真的来。大人，你宰了我行吗？我真是莫名其妙，我看不透你，你到底让我干嘛呀？你要不听我的，皇上面前起奏一本，你好不了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啊！来来，包葱那几个都别包了，你跟我走，有点事儿，看你们谁能帮上忙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拿盘子回来，上面盖着布。大人，您验验货吧。全碰验了，闻这味儿就差不多啊。拖着两个盘子回来，远远一瞧啊，皇上跟杨阁老还站在荷花池那儿，还、哎、你瞧那朵，你瞧那朵。谢的人撩开屉布，左边倒一盘，右边倒一盘，俩碟子搁好，找地儿一藏，两步就跑到跟前跟皇上这看花。呵，真好看呐，金点荷花啊，这个花真是不多见。说了一会儿，皇上说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吧，接着喝酒吧啊。皇上回来了，往这一坐，两位爱卿啊，今天呢这荷花啊啊30来年呢我没看得开过，知道吗？说这个花有异香，这个异香我是没闻出来呀、啊，我怎么闻这味儿不对呀、啊？这是火，这太不像话了啊！穿宫那件，你们都干嘛吃的？啊，谁干的这事儿？太监们也纳闷，太奇怪。万岁，是鸟吧？啊！皇上说：“呸，天鹅也弄不了这么大堆的啊！不像话，这怎么回事啊？”啊，杨阁老过来了，万岁，这是谢晋干的。是吧？谢晋干的。